热天是冷冻空调业清欠工的时期，韩国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同国小、国中大班都按冷气，故所冷气维修保养技术人的同受到重视。罗通铺罗通的发展数途中没有分数，当年都会判冷冻空调板，因此由厂商陆陆续续来签名材，加上培训还蛮结束，后来就本厂商抢起业，因此通过68号商业由90间泰式间的厂商提供为300个折扣，培训频道来不勉强。先生详细为客人介绍空调设备操作了后，要求客人一个一个照谱来开始讲。对家里来的小救生，客人刘文兴讲，自家当中意安尼投入，来用受训的过程去进入国际大厂来面试，自家没去进入起来，还蛮经验去进入投入的保障，取得当欢喜。来这边，我们3月份就开始有一些征才的一些厂商来媒合啊，所以我们大概。5月多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几乎每个人都已经找到了公司。大家也都一定需要那个冷气或者是暖气，这种是再加上这个业界其实就是师傅其实蛮少，所以我的那个地取被取代的可能性是蛮少。道通铺头做苗粉处讲，科技厂航空业以前的都缺乏需要将冷气包装的技术能力，因此能力唔拉，粉处不足的部分，将会促成将开训人做下本人抢抢抢的情形。来到福建，大概做下有相关的进修，还是会对专业发展做下有帮助。训练后，就得拿到技术式证照，是条路两档，三年后薪水要做一成长2倍以上。发展潜力非常大。分处讲，这几年派冷冻空调集训课程，除了培训了后，先拿到技术师的证照，业绩每时得上3.5。福建想要做冷冻空调行业的后生人，就系投潜投入的民众，上网报名参加培训，过后的葡萄靠证照和天数后人顺势潜入投入。刚刚新闻罗安泰投研报道。